妈妈给我当真是臭娃娃是怪胎。你安尼叫做歧视霸凌呢？你有在听无？今仔日若是你跟爸爸妈妈破病，我伫恁的面头前，安尼好，你会欢喜吗？我出代志啊，林峰讲我会再来遮大姑家。你做啥啊？我无在做人。啊，毋是拢讲好啊？你是安怎一定爱住伫遮哈？你敢无别个所在通去？我男朋友把我的钱拢骗掉啊！我连厝水拢拿袂出来啊！啊，搁有哦，即卖外口搁有一个萨琳魔，专门咧害我这种水水的查某。拜托啦，我会甲我家己照顾好，袂甲你添麻烦啦。我嘛会使帮你照顾囡仔啊。这样这么差？哎呀，你行较慢咧啦，我穿裙单呢。哇，这坐楼梯啦！你哪会一个人伫遮？妈妈甲我当真是臭娃娃是怪胎。不要紧啦，一定阁有别人要甲你耍啊！你安尼叫做歧视霸凌呢？你有在听无？今仔日若是你跟爸爸妈妈破病，我伫恁的面头前，安尼好，你会欢喜吗？伊今仔日破病，有伤害到你吗？无嘛，但是恁安尼做会伤害到伊呢，袂当安尼啦，以后大家要做伙好好啊耍，知影无？阿婶发生什么代志啦？阿美啦，太像啊，想到伫遮美啦。你是给老师哦？是啊。我跟你讲啦，家己好好啊教啦，袂使互伊变成最爱大人啦。啥物啊？是呢。你拄则袂当安尼，知无？伊已经足歹交着朋友啊呢。遐个狗屎囡仔，我无互因几个脚落看卖，当作因祖妈是扑街。Several days later。你哪会甲内裤安尼，甲便所用安尼乱糟糟？迄是我放遐旁个街，我洗啦。莫伫阮家穿安尼，我有囡仔呢。看大去啊！莫讲话遐粗鲁无？我哪有啦？我讲看大去啊！来啊，去洗面。我这是谁啊？这个音嘛。来，去洗面哈。